请按照视频说明创建您的 TrueU 账户。首先，登录 TrueU 的网站，并点击位于页面上方的注册按键。进入注册页面后，请填写您的个人资料。完成后，请点击发送 OTP 按键。一次性密码将被发送至您注册的手机号码。输入一次性密码，然后点击验证。请确保您看到绿色的复选标记。完成资料填写后，请点击提交，并同意公司的隐私政策。我们将确保您的数据将被加密和保护。完成后，您将会收到验证邮件。点击验证邮件的链接以激活您的账号。当完成这四个简单的步骤，您会收到电邮通知您已成功注册 TrueU 账户。完成账户设置后，就可以开始注册您的唾液采集套件。在开始之前，请确保您已准备好个人条码和激活代码。完成注册后，您将被转到登录页面，否则请点击登录按钮开始。进入登录的页面后，使用您的 TrueU 账号登录。成功注册后，请点击注册套件 Register Kit， 填写您的姓名、个人条码和激活代码，然后点击提交。提交后，您将会收到一份与健康目标、饮食和生活习惯有关的问卷，请仔细作答，因为该问卷将帮助我们为您提供一份更精准的 DNA 报告。完成问卷回答后，请点击下一步。现在该提供唾液样本了，您可以选择寄件或取件的运输方式。对于取件，您可以使用线上预订表格，并自行选择您要快递员上门取件的日期。如果您选择寄件，则需要您自行寄放包裹在爱康总部或者任何一间爱康分行或存货中心。一旦您确认资料后，只需点击下一步即可完成所有注册过程。完成后，您将收到一封电邮，通知您 TrueU 采集套件已经注册成功。只需几个步骤就能轻轻松松设置您的 TrueU 账户。